大雨中，山壁挡袂住大水冲刷，大量土石不断落下来。土石随着瀑顶的溪水冲落河社溪。昨日暗时七点左右，河社溪河道差不多完全被阻断，溪水被土石冻掉咧，形成了堰塞湖。土石流夹带那大量的雨水下来，都是头坑野溪的上游一直下来就对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那五点多的时候，上游头坑野溪上游就堵塞，堰塞湖堵塞，它冲下来，差不多到七八点，堰塞湖就开始形成了。因为八八洪灾时，同一个地点，嘛因为同款情况出现淹塞湖，无偌久大水冲破土石，造成下游龙华国小河大水冲掉。信义乡公所紧急疏散邻近以及河社地区的居民。今仔日早，趁着大雨暂时停止，相关单位会同进行会勘，希望化解可能面临的重大危机。它的面积吼，大大概六公顷的一个范围，我们期望说这部分，哦，趁这个好天气的时候，请他们尽快，请他们那个厂商，开口接的厂商尽快把那个河道做紧急清淤的处理，让那个切口让它更大，增派机具把这个河道给它打宽，让这个通水断面能够增加，让这个河道能够更顺畅的往下游来流动。经过各单位协调以后，河川局调来大型怪手开始紧急疏浚作业，希望扩大溪水溢流面积，加速淹塞湖污水排泄，降低大水冲落下游可能带来的危机。随着堆积土石挖开，淹塞湖的面积毛明显的缩小，只是一边的面体甲农地已经有不少淹在大水中。当地居民质疑，八八洪灾以后，地方就不断填井头溪溪甲河社溪回流口，堆积的土石需要加速清理。只是相关单位动作相对慢，再度出现重大的危机。是不是初期先把这个有没有办法把头坑野溪的这个砂石数量往河社溪再冲的这个数量能够做一个减量，让这个河道能够更通畅？豪雨实在非常的大，那这些土石包含我从神木这边都冲下来，我看大概是数以十万计的土石又淤积在这个河段。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县府跟河川局这个地方也会持续办理一个清淤的一个动作了。管府表示，淹塞湖的危机暂时未够扩大，管府将会协调河川局加强后续疏浚甲防灾工作。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